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姐，今天再次带大家欣赏我这两盆蝴蝶兰，现在给让大家看看开了多少朵花了。大家看看我这一只花间的蝴蝶兰，这个主枝已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共开了十朵了。紧下边尖上这还有一大花苞没有开，这只花间的侧枝还有三个大花苞，三个花苞开完了，估计中间这个尖还得会长花苞的。咱们再看看这边的花间，开了几朵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朵，这只花间开了九朵。这个侧枝还也有三个大，尖那又一个，还一花苞，四个大花苞了。这只花间顶尖上是没有花苞了，就还有这么一个小尖尖。现在我这颗蝴蝶兰不能往下拿了，因为它这个两个大花间嘛，那花太多了，太重了，所以不能轻易的来动它了，只能是在这花架上给大家拍一下。捡这颗蝴蝶兰，有个网友告诉我了，说香橙公主蝴蝶兰。大家再看看我这个满天红的蝴蝶兰，现在开了好几朵了。它是去年11月31号开完最后一朵了，现在看看也开了有四朵、五朵、六朵了，开了六朵了。这个满天红蝴蝶兰呢，特别能长花见。看看我这个有三个大花剑，一个花剑中呢还有分出了三个侧枝。看看这是一个花剑，那边一边一个花剑，每年它都会长三四个花剑的。咱们大家呢喜欢养蝴蝶兰的呢，还是买这个满天红这个品种，它的开花特别多，花剑长得多，开花都多。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事，我昨天又跟我的朋友要了一颗蝴蝶兰，是他的朋友捡的，送给他四颗，我跟他要了一颗。再看看这颗养的怎么样啊，看看明年什么时候开花。现在我家里面呢算这颗一共三颗蝴蝶兰了，两颗是捡的，一颗是已经养了五年的，最早是我自己买的。现在给它晾两根，现在这根系不太好，看看这根系已经没有白霜了，有些要烂的迹象，所以呢现在我把那个外边那个花盆，就是一个塑料皮子嘛，让我给脱掉，先给它晾两根晒一晒，然后再给它装这小塑料红盆里。这颗蝴蝶兰呢就是缺光厉害，所以我又把它放在阳台那块，让它一点点适应这里的环境。大家看看我这现在有三颗蝴蝶兰了，昨天晚上又拿回这一颗。哎呀，家里阳台地方也有限，空间太小，所以也就只能先养这三颗吧，多了也养不了。有好多朋友问刘姐的蝴蝶兰怎么养的，其实呢我也没怎么管它，最主要的是呢，我觉得吧，它就适合这儿的这个地方的环境了，不能太强光照出来，但是必须得要有散光。你们看，靠西南角阳台上摆放的，距南边也都一米左右远，不能直接暴晒，但是呢也不能说没有阳光。大家看看我这个花苞也要开了，今天能开开。我这颗满天红开了六朵了，然后是香橙公主开了20朵了。看看我这个蝴蝶兰，它的这些花线长得就像蝴蝶一样，看看多少花苞。它一边开还得要一边往长长，还得一边开长花苞。
这花见茄子长呢，会长很长。看看我这个蝴蝶兰长这么高了，已经养五年了，不是？你们大家看看我这个香橙公主，这颗蝴蝶兰呢，开的这第一朵，还是3月24号开的第一朵呢，到如今仍然这样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所以这个颗蝴蝶兰呢，就是每当它开开的时候，非常的不爱凋谢，能开很长时间。你们看，从3月24号到今天已经是5月6号了。相比着这个颜色略微的浅移了一点，跟这新开的比，下边的是新开的，新开的要红一些。蝴蝶兰呢，我感觉也不适合在外边露养，它也是一个挺娇气的花，就很适合我家这环境的。这个地方它是散光，一直长得很好。刘姐建议大家呢，在家中养两盆蝴蝶兰，蝴蝶兰也是非常的好养，你不用管它，就放在散光处，然后时常的给它浇点水，阳光必须得要跟得上，不能说太强光，但是散光必须得要有。这第一朵蝴蝶兰已经开了1个半月了，咱们看看它什么时间凋谢啊，说明它的花期就能开了多长时间。蝴蝶兰的花期特别的长，等我这颗满天红蝴蝶兰开的最旺盛的时候再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